首歌怎么唱，就像忘了当时的月光。如今我颤抖哼起那段旋律，你能否感受往日的惊险？那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时光，也曾有过迷茫和忧伤。虽然艰辛，却如此荡气回肠，在记忆中闪耀着光芒。我们轻轻唱，听回声多嘹亮，曾炽热过的胸膛，依然充满力量。放声唱，听回声多嘹亮，愿青春永远不老，永远是你。王二妮儿，我们俩是初恋。因为在你胸怀，最佳男搭档柏林。亲爱的柏林老师，九月奇迹，小海正式退出九月奇迹。我表达一下对月亮的感情。我知道你要唱哪个，就代表我的。别！吃干吧，干活干干干干。祝福你，我爱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粉饼干。大中华让世界更精彩。有请维生嘹亮主持人。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嘹亮。欢迎收看由天网表业特约播映的《回声嘹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我为大家介绍，好好介绍一下我今天的优秀的女搭档，掌声送给月亮姐姐。大家好。大家多喜欢你啊！对。大家都是看我节目长大的，对不对？哟呵，哎，那几位大叔大爷，你们也点头啊？都是看着我成长的，对吧？不过你说实话啊，我也是被月亮姐姐见证着成长，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对吧？所以我也是看着小尼长大的。你怎么看我长大的？你说说。而且我觉得小尼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男主持人里最花心的一位主持人。啥意思？你就是挺花心的。我怎么花心了？你看。你是从我们那个魅力新搭档脱颖而出的，对不对？对。自从那个节目播出之后，小尼当时夺冠，全国观众都喜欢，立马跟小丫姐搭档。啊。那之后又跟管彤搭档，张磊搭档，电影频道的蒋小涵搭档，还跟这个影视演员关凌搭档，然后也跟我搭档过。大家说他是不是最花心的主持人？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搭档的女主持人还挺多。对，你就是那么的花心嘛。哎呦呵，那我愿意甘当千年绿叶，挺幸福的。就是。但是我今天跟月亮姐姐搭档，我也很幸福，因为一下子就回到了自己的孩童时代。那希望我们俩今天的这个搭档能够给观众带来很多快乐，好不好？给我们点鼓励和支持，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聊聊搭档这个话题啊。首先要请上舞台跟大家见面的呀，就是我们回声嘹亮的最佳女搭档。哎，掌声有请王二妮儿。有请。大伙儿先打个招呼。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特别喜欢二妮儿哈，可是大家可能也想知道为什么二妮儿会是回声嘹亮的最佳女搭档呢？你知道吗？你知道你有这个称号吗？不知道。我跟你说咱俩差不多啊。为什么你是最佳女搭档，我是最佳男搭档？我们俩都花心。没错。哎，我跟你说我还掌握了一系列的证据，你要是不相信我们可以一起看看好不好？ 来你看看，你看看能不花心吗？这都多少人了。哎呀二妮儿，你和老爷牵手了。他们俩特爱牵手。特爱搭档。我们两个是合作的特别多的，我和毕老师啊。然后你跟阿宝合作也特多。合作过很多的歌。我和阿宝我们不是成立了一个组合嘛，啊，皆大欢喜组合，然后录了一张专辑，然后去年也上了马年的春晚。所以你这个最佳搭档这红花当得特别的好，同时从这搭档身上也汲取了很多很多的养分，也让自己不断的在成长和提高着，对吗？是。但是这都是工作上的搭档，其实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嗯，我们二妮儿不仅有很多工作上的搭档，而且最近还找到了人生的搭档。对，完成了终身大事，对吧？
给大家说说。这能说吗？啊，二妮儿，给大家说说，这个你咋知道的？我这虽然你没请我去婚礼，但是我也听人说了。我也特别想认识一下我的妹夫。你的妹夫？那个，你说说吧。几月份吧？嗯，那个是。结婚了吗？结婚还不好意思了。嗯，和谁结婚了？和谁结婚的吗？和我小伙子干啥的？这个他以前跟我是同事，然后我们俩是初恋，然后认识了有差不多14年吧。哎呀，这都是些幸福的小点滴。青梅竹马多好啊！不管怎么样，我们祝福二妮生活幸福，爱情甜蜜，谢谢早贵。哎，你懂的。今天我们的舞台上还会迎来很多的搭档，我们一起来跟他们分享好不好？但是今天我相信观众特别想听你唱歌，再给大家来一首。可以啊，没问题。姐姐，你应该经常来回声嘹亮，你挖掘出很多你的潜力来，很多观众都不知道你会唱歌啊。你都不知道我会唱歌吗？唱得这么好。好，接下来的人不用出来了，我今天给大家使劲唱。还得出来，赶紧请上来吧，掌声欢迎九月奇迹。
水长澜。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呐，碧水长围着青山庄。掌声送给九月奇迹，先欢迎你们。谢谢。九月奇迹，嗯，人家里面有个月呀。哦，咱俩就叫泥月传奇。别，我觉得太高雅了，我们俩适合接地气的。还是月饼。九月奇迹，三月种地，怎么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们是九月奇迹。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海。谢谢。哎，我特别想知道啊，你看你们在舞台上的表演那么的默契，那么的夺人眼球。对，你们俩这搭档多长时间才能磨练出这种配合度？2008年到现在六年、哦、六年了、嗯、但是我跟你说啊，嗯，好像我不是挑事的人啊，啊，大多数的观众都会说这注意力总是集中在那美女身上，小伟大家看的比较多，对，嗯，小海说实话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心理不平衡？就是嫉妒嘛。啊，你真嫉妒啊？嫉妒。了解我们的人知道，其实他这个钱啊，我是最大的一个粉丝。哦。我是第一个粉丝。然后呢，我们在设计节目的时候，一般大家会说，哎，搭档会不会互相抢戏哈？但我们两个恰恰相反，就是我会在节目里边特别要求多加一些琴的表演。就是用东北话说，他比较事儿。对，就是本来是我来管我演，管得比较宽，对。然后呢，他就特别希望我能多唱一些，这个不是客气，嗯、是真的是因为这种事儿经常打仗。就是你希望他多展示，对，他希望你多展示，嗯，多好呀！不是你羡慕人家干嘛？我觉得你也得对我好一点，我们俩也是搭档。我对你还不好，我刚才让你还唱歌呢，那我让你跳个舞。我为你跳舞。对。我为你唱首歌怎么样？啊，对，你为我唱首歌。我表达一下对月亮的感情。我知道你要唱哪个，就代表我的。别！我跟你说，你想的跟我唱的还真不一样啊。啊。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偏偏是唐如蜜说来最动人，都是你的错，轻易爱上我，月亮惹的祸。这歌适合你吧？一点都不好唱的。但是我特别想听听你们两个有什么心里话对彼此说，就跟我们俩刚才那样，不一定唱啊。对。不用那么含情脉脉。啊啊。搭档嘛。我心里想就是，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谈得多太累了。对，然后我、好多人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来电啊？谁信呢？啊？我不信呢。我也不信。他俩刚才说话那么肉麻，对，尤其是小伟，肉麻了，还那个特别傲娇的。你不要管我。哎，对，就这样。我觉得我们两个的肉麻程度远远逊于你们俩。太逊了。我们俩还挺肉麻的。那这样吧，两个人都已经组合搭档了六年了，马上要迈入他们的第七个年头，其实也算是一个老搭档了啊。对。你们在表演上，在组合上还有什么突破，还有什么想更上一层楼的？嗯，我今年的演唱会上我们做了一些新的表演形式，上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这样吧，我们把那首非常好听的当时弹唱的那首《你若盛开》献给大家。哎呦，太好了。你若盛开，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直檀香的滋味，让思念不会腐坏，注定了一份真情也更人的未来。爱是永恒的存在，像一朵花儿的姿态，即使被冰雪覆盖，娇艳会卷土重来。你若盛开，我愿在这里等待。池塘月下空对彩影多徘徊，几滴清流春天到来，风在歌唱，雨滴敲打着窗台，几声叹息剪不出最好的词牌，无法言语，只有自己才明白，无法言语，只有自己才明白。哎，小尼啊，你知道吗？在后台有我们一位老朋友，他自称是《回声嘹亮》的最佳男搭档。看完九月琪琪的表演之后呢，已经按耐不住了，而且他说他要控诉我们，对我们还有意见了。对，把他先请上来吧，掌声欢迎柏林。天里的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暖和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日夜都要忙。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有那红的花呀，有那绿的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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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在绿色的树荫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欢迎柏林老师。月亮走，我不走。欢迎柏林老师再次来到《回声嘹亮》的舞台。不是，您都已经是我们《回声嘹亮》的最佳男搭档了，您怎么还要对我们节目提意见呢？你不提这个还好点儿、哦，你一提这个，我真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哟，怎么回事、啊？不是你说我每次到这来，你说我是不是特别认真、特别卖力气？您这个没得说。是。但是我们《回声嘹亮》给我选择的每次的搭档，反正这都是让我不省心的那搭档。关键是您要跟，比如说跟小伟搭也搭不了啊，而且您的双排键你也来不了，对不对？谁说小伟？小伟那双排键让大哥过过瘾行不行？让我试试。行。行不行？行。阿妹阿妹，几时搬家装，我急得快发狂。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虽然我是个穷光蛋，人又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你要想一想，看看自己的长相。彩了，怎么样？特别棒！掌声再次鼓励二位。嗯，作为九月奇迹临时代理经纪人，我现在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宣布，小海
正式退出九月奇迹。真的，你看人搭档那么好，你还留着干啥呀？你们搭档这么多年，你没坐在过小伟旁边吧？对呀，你看人一上来就坐旁边了，是一步到位。知道什么叫一步到位？到位就是我，其实我跟小伟坐在这儿，有点像爷俩，像父女俩。这个画面是不是也挺好看的？挺和谐的，很和谐。哎，对，柏林老师多才多艺，嗯，而且呢，他自己唱歌唱的还特别的好。怎么好？据说都把帕瓦罗蒂给比下去了。真的？啊，帕瓦罗蒂还听过柏林老师唱歌？你问问他。您在哪儿演？我当年那时候在意大利悉尼歌剧院的金色大厅。等一下，什么？意大利悉尼歌剧院的金色大厅？对呀、啊，您这跨的三个地儿吧？不是，忽悠我们。我经常在海外流窜啊，完了有一次他们说帕瓦罗蒂先生来了啊，我就唱我的太阳。今天我们给您这个机会，对，演绎这首歌《我的太阳》，好不好？嗯、我说实话，平时真敢唱。今天小海在这儿，人家他俩这首歌他俩唱得特别精彩，咱们让小海和小伟唱好不好？的男女搭档，这搭档已经搭好了，这两位。啊、但是二妮儿，你今天是独来独往啊，你也应该找个搭档。你提出要求，我们帮你实现。最想搭的是谁？其实我是独唱演员，但是我在延安在工作的时候，就是那会儿也是和团里的很多的男歌手搭档过。我觉得今天想家里那边的人啊，有没有可能就说，如果你们请一个从延安赛过来的歌手的话，就特别好了。哎呀，想老朋友了啊！准备了吗？准备了。接下来我们二妮儿的好朋友就要闪亮登场了。
谢谢两位。哎呀，这嗓音。就是啊，我觉得特别应景，回声嘹亮啊。掌声再次送给这两位，好吗？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一位叫王建宁，一位叫刘岩，跟我们的二妮儿交情都不浅，是吧？什么关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我们跟二妮姐是老乡，也是老同事，之前在一个单位工作。二妮儿呢，是我当时是我们单位的台柱子，唱的是最、最好的一个。然后呢，他当时呢，我们工资很低，这一个月挣了六七百块钱，大概就是那样的，一个月就那死工资。刚开始是280块钱，就你开始也是280块钱，就最后转正了以后是380、500多，然后涨600多，最后涨成2000多了。哟，真多！就是那时候啊，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因为二妮儿她唱得非常好，从来在舞台上没有出过一点点差错，但是她出了一次小差错，我记住了。我们在一块演，这能说吗？能说。来说，赶紧爆料，可以说吗？啊，说没问题。就是有一次。有一位领导吧，临时点了一首《南泥湾》。《南泥湾》当时那二姐不怎么唱，当时没准备，然后他就这样唱了，就一首歌唱不完了，就是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呀地方，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呀地方，就是唱不完了。这一句词儿翻来覆去唱好几遍。有印象吗？有这事儿吗？好像忘记了，应该有吧。反正以前老是在一起演出嘛。我和王建宁是很多年的老同事了，但是我们那会儿老在一起演出，所以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二妮原来在你们团里面都一直是唱独唱的，就一直没有搭档是吧？二妮怎么来都行，她独唱也是优秀的，搭档跟我们团哪位歌手搭档都是唱的没问题。首选王建宁同志是吧？对。那我们现场能不能来一段啊？对啊，没问题，没问题。我和二妮为大家也唱一首陕北的二人台《五月采花》。好。真的太好听了，二妮儿又跟以前的老同事搭档了，是不是觉得特高兴特温暖？是，等于是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都是在安塞嘛，然后觉得那会儿真的是和同事们之间都是特别纯真的感情。然后到了北京以后觉得挺想他们的。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是我一个人到北京嘛，然后刚开始的时候特别不习惯北京，有的时候还经常做梦能梦见那个在安塞那个山上唱歌，有时候在排练听歌，他们在一起练功呀什么的，醒来以后觉得特别失落，然后就那种感觉啊。哎呀，就跟月亮姐姐刚才说的一样啊，我们在思念家乡的同时，其实家乡的父老乡亲也没有忘记你，也没有忘记我们，时刻牵挂着我们。我们来听听。二妮是我的好妹子，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她老是揪着我的耳朵，让我给她练声。我来单位上班的第一天，个子特别小，领着一个比自己都大的包，没想到曾经的小二妮现在成了歌唱家。祝二妮以后越飞越高，越唱越好。二妮，刘哥永远是你的铁杆粉丝。二妞子，努力哦。二妞子，像不像你？喜不喜欢？祝二妮在歌唱的道路上越来越好。有什么话跟他们说？我刚好专辑里面有一首新歌，这首歌叫做《故乡》，歌词写的就是刚好能表达我的心声，对家乡的一种眷恋和思念。祝我的所有的朋友、同事
永远幸福快乐。二妞出息了，而且在舞台上越来越红了，但是常常在一个人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家乡，想到自己工作过的地方，那些同事们，对不对？嗯。想到他们的时候打个电话聊一聊，今天也是个机会，你们两个今天也有合作了。那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们不仅自个儿来了，嗯，还带了家乡的你工作过安塞的特产。你们今天给我太多惊喜了。来吧，来，请看这个是团里的姑娘们给你剪的，大辫子女孩像你吗？大辫子女孩，夏二妮在梳头啊，挺像的。对，而且不光这个有这些礼物，还有一份的热腾腾的礼物，是吧？对对对对对。天哪，这是什么礼物啊？二妮最爱吃的，这是小妮儿给二妮儿送豆角。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王小妮儿，是二妮儿的亲妹妹，掌声欢迎。大家好。哎呀，小妮儿长得真好看。啥意思？二妮儿也好看。你千万别得罪他。人家都这么说，每次就是他不来的时候，人们还不说啊，就说二妮儿哎长得还可以。可清了，可清可清了。我妹妹一来的时候就说，你妹妹好像比你漂亮。哎呦呵，你当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挺高兴的啊，挺高兴的。行，这是二妮特别爱吃的是吗？还是热的。嗯，你能帮他端上吗？好吃。那个端出来，那个土豆是家乡的味道吗？绝对正宗。吃完了是不是浑身都是劲儿啊？嗯，是的。来劲儿了还不得给我们唱首歌？对，小妮儿也来了。对、啊、姐妹得搭档啊。和小妮儿啊。嗯，行。
哎呀，我还记得刚才二妮的那个好同事说，说二妮个头小小的，背个包比人都大，长大以后成了个歌唱家，有了家乡人民的祝福啊，我们二妮这首《故乡》唱得更打动人心了。对，所以我们今天给二妮找搭档成功。对，哎，也充分说明了搭档不光是两个人啊，可以两个人也挺少的，所以九月琪琪我们为什么不帮他们也找个搭档呢？有，接下来这对搭档啊就要来找九月琪琪来取经。哟呵，那我们把他们请上来吧。好，掌声有请。我唱山水，下海之龙，我在人间是堂堂的大英雄。我挥手起，我舞动生风，看我东方升腾的东坡龙。经过多少雷，迎过多少风，经过千丈冰霜，我渡过万个冬。何惧风，何惧雨，何惧山摇地动，身腾空，气势可吞长虹。经过腥风血雨，听过雷电鸣，游过沉浮升腾，就不为情所动。浩荡起如涛洪，汹涌亿万隆中，风起云涌之中，有我中。送给这两位。航航，你怎么又来了？我喜欢这里，不想离开大家。啊，不想离开，真好。那你做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我爱你们，我非常爱你们嘛。哎呀，这是我们张俊豪特有的一种表达他爱的一种方式。对，飞吻，我也爱你嘛。谢谢小你哥哥。我怎么样？我今天很帅。哎呀，那我呢？很漂亮。你喜欢我吗？喜欢。表示一下。谢谢。好，欢迎豪豪。而我身边豪豪的这位搭档呢，就是盘子哥孙健康。您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东营的河南鲁邑人，我叫盘子哥孙健康。你们俩怎么搭一块了呢？你们俩怎么搭一块去了？这个九月奇迹，这个听说开演唱会，经验非常多。然后那个这一次我俩来了，给九月奇迹来学经验来了。那盘子哥哥开演唱会，好好你干嘛呀？我来舞台指导。什么？舞台指导。舞台指导。对。舞台指导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跳舞，你们跟着我学，我在前边。啊，这是舞台指导啊！理解的真透彻。那演唱会是什么意思？就是跳舞唱歌。哦，跳舞唱歌，对对对，答特别好。那个九月奇迹，你喜不喜欢他们？喜欢。你跟盘子哥今天是找他们俩来取经的，对吗？对。你们既然喜欢九月奇迹，我们先看看他们的演唱会是什么样的，好不好？没问题。我们学习一下好吗？可以。好的，然后你说，请看大屏幕，请看大屏幕。
小海有很多的突破，你看他还有舞蹈，对吧？对，融入了舞蹈，而且他也尝试了一下双排键。你们来说说这次演唱会印象最深最难忘的是什么，有哪些突破？其实因为大家看到那个琴台子嘛，小伟一直有一个困惑，他一直在台子上演奏演唱动不了，所以这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设计了一个那个就是可以移动的小转台，然后在台上可以自由的遥控着移动。因为每次平时演出的时候都是小海在前面折腾啊嘚瑟，然后我就觉得挺不是滋味的，我也得流动起来尝试一下啊。不过我跟那个小伟接触以后，我觉得小伟平时生活当中特别温婉，然后你在演唱会里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是魅力四射，真的。 你是觉得我比较分裂是吧？没有，就很棒。嗯，我觉得就是有点分裂，就是台下的温婉都是装的，其实。哎，对。所以我们的演员在舞台上和生活当中可能完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样子。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小尼虽然在舞台上能说会道，但是在家里平常就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真的。谁信呢？行了，看完演唱会了。哎、好好，这你看都让我们说了，你看人家演唱会怎么样？特别棒。跳的怎么样？特别好。跟你比是你厉害还是他们厉害？他们厉害。他们厉害。我不服气。真的吗？我们都说你跳得好，给点面子好好跳一个行不行？可以，只要有音乐就行。有音乐就没问题，来放音乐。我们跳一个。小海学着点啊。变了。哇，小海怎么样？看完以后是不是觉得自己跳的真的差距太大了？太逊色了，真的是吧？对，他会这么多。你下次演唱会你也可以啊，学着点。你是不是觉得？我真挺想学的。哎，他真想跟你学，你愿意教他吗，航航？可以。既然他都说了，我们就把小海请上来，让他学一学，好不好？来，音乐。学着嘴。扭屁股。学嘴。伸手，你跟藤上七朵花。哎呀，太好看了！本领大。机器人。反应还挺快。你别抽过去了，小海啊！好，掌声送给他们。累死我！我现在真的。我觉得小海学的特别卖力气。对呀、我觉得我特别感动，你非常认真。对。而且我最感动的是，没想到我们今天的小豪豪一上来说他自己是舞台指导，我以为他吹牛的，没想到是真的。你太棒了，小豪豪去他们的演唱会，你还得会他们的歌啊。他们的歌你哥哥的歌我什么都会跳。真的吗？你吹牛，中国范儿会跳吗？哦，中国范儿会吗？会跳。好，哎、来来吧。
看这造型是很帅，有点超人的感觉。哎，摆着。再摆一个。哎呀，真好。可以照你这个跳，好不好？我下次演唱会，我就按你这个跳，行不行？可以啊。可以啊。你来得了吗？你没学中国范儿，专门设计过舞蹈动作了，展示一下。我们请小伟姐姐一起吧。好。是吧？好，嗯。一二三，好，你看到了吗？那脚别动，哎，怎么样？豪豪，你过来检查一下，谁摆的好？没有错，我啊，对了，都对 了, 对了，谁摆的最好？两个都好，哎，两个都，谁都不得罪，行吧？我看盘子哥刚才在旁边跳得也挺起劲儿的，对于这两位在舞台上的表现，当然好的我们就不说了，您有什么意见？我觉得吧，他这个乐器吧还可以再特别一点。乐器啊，对，特别啊，对对对。咋特别？就玩你的盘子。就是把我这个盘玩这盘子搬上去，那个就好了就。他不会啊。啊，没事，我管脚台。今天老师，我俩今天收了两个老师。收了两个老师。不是他俩不是来取经的吗？怎么着给人家教上了？到底谁教谁？厉害！今天第一次搭档，我觉得成绩还不错。关键是互相拜师了，互相学习了。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要把自己的真本事拿出来。对。能给我们再表演一个节目吗？那咱们唱一个《中国吉祥》，新歌《吉祥》。对，献给大家。时代经典，畅想随声嘹亮。今天我们认识了二妮儿的老搭档，也结识了我们九月奇迹的新搭档。对，接下来啊，这一组搭档他们比较特别，哎，虽然他们才艺非常的高强，但是好像有内讧，谁都不服谁啊。真的是吗？他们上来就知道了。掌声有请吉星吉利。我们两个一起站到台上来，一放一首让你们乐开怀。我是吉星，我是吉利，站到这里为你们送欢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别的那样有，别的那样有，我的青春小鸟一曲。
啊，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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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啥呀？啊，你上火了吧？不是，好好，不你这唱哪了？这是串了。好像唱串了是吧？什么叫好像串了？你把我带沟里了，你知道吗？啊，好像带沟里了。我就不爱跟他搭，我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就不爱跟他搭。我吹打弹拉，好像和你也不搭。是什么意思？今天明摆的是到回声嘹亮来，你是想让我换搭档是吧？好像可以换。已经早想好了是吧？啊，可以，那行，男女搭配才干活不累。我觉得我是星星。我干脆找月亮。不是，我们上来不是让你找女搭档的、啊、我是觉得你们俩怎么演着演着就掐起来了。人家组合都挺团结的，你俩咋就不能团结一下？因为来到这儿我看到月亮我就心乱七八糟的。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正，我的爱也正，月亮代表我的心。心都快蹦出来了，怎么样，月亮、啊、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女孩子要矜持点，人给你花你就收啊。小妮你啥意思？不拿白不拿。不是，你感觉他们有没有唱到你心里去？唱特好、模仿能力也特强、我可不知道他们俩谁更好，我觉得这难题不能给我、还是留给柏林老师吧。柏林老师，您觉得他们怎么样？适合当，我感觉不怎么样啊。你上来你干嘛？你说你唱歌你献花干嘛呀？啊，不说演完了再献吗？那现眼了，那可不现眼了呗。好，那是老师在夸我们还是在嫉妒我们呢？没听出来。 好像是在嫉妒我们。没有，考考你们好不好？行啊，你们能不能模仿我们嘉宾当中的一位？我给你出个难题，就模仿那位最美丽的二妮，就是大辫子姑娘是吧？什么？就是大辫子姑娘啊，沙大大开花好艳艳是吧？对啊，因为每个人成功都有他自己的细节的小动作。哎，最早我们在他学他之前，我给大家铺垫几个人物啊。你比方说，如果要让刘德华的声音来唱啊，《信天游》。我的头像山沟，随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满身孤，不见我的童年。不错，刘德华就是他走路比较帅气，但是要说到这个在歌星里面最大特点的谁？腾格尔老师啊。那风刮过来啊，刮到脸上，他会感觉到浑身上下有点疼。大西沟，我的歌，小河辛苦，我的脸，趁丹灯花开花又落，一遍又一遍。看完你这段我咋觉得全身疼呢？是啊，不是让你模仿二妮儿，你怎么二妮儿跑哪儿去了？就到正题了啊、二妮儿的小动作呢？什么小动作？关心她的人喜欢她的人都注意到了啊，她的眼神永远那么淳朴、好像在盼狼一样啊。盼狼？盼什么？盼狼？盼嗷、不是，就是她爱的那个狼、新郎的狼、然后手势永远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大地留下我的梦，我
一看没回来。今天又带着我的，疯子也不怕。再看看还没回来，就这样的感觉。二妮儿，你看你一模仿二妮儿，二妮儿止不住的笑，你觉得像吗？没有，我学她的神态。我觉得还挺像的，惟妙惟肖的。二妮儿其实本来就不好模仿了，对，不好不好。我们要不要再提高点难度啊？啊，还模仿谁呀、啊啊？你说。这九月奇迹，你们能模仿吗？你说小伟。对啊，小伟。哎呀，他是那个电子，这个我是人体肉掌的这个。肉掌的双排键。对，肉掌的双排键。然后小伟来弹。啊，可以啊。这琴呢？琴呢？来，那个这样，吉星、啊，来来来，帮个忙。干什么？变成琴。小尼，我帮个忙，你也别高兴，变成琴。哦，你们俩就一人演一排是吧？请一下小伟可以吗？啊，小伟。来来。我要听萨克斯，这小萨克斯啊。肩膀这儿，肩膀这儿，再往上点，哎，舒服，哎，舒服，脑袋。所以我跟你说啊，这小伟真的。你这力道真的还不错，这点的都是穴位，很舒服。我要听打击乐。你的打击乐在哪里？打击乐是踩脚吗？在脚底下，就节奏。架子鼓吧，多一点。啊。你还真踩啊！哎呀，再来快点，来垫鼓好不好？来快。崩了他们。不行，我得控制一下。我走他远一点。哎呦，我们俩虽然有点遭罪了，但是我相信小伟今天玩的挺过瘾的，是吧？对。你觉得谁更厉害？您弹着哪个更顺手？我觉得吧，刚刚弹小尼的时候，因为弹的音域比较广，比较高，这个有发挥的空间。好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我们哥俩，人肉双排键，今天表现还不错吧？哎，你看我们这乐器当的还是不错的，哎。其实吉利他刚才只是单个的表现啊，他平时我们以前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俩合作，那我们来在他们俩和老师面前表现一下好不好？太好了，来来来，好吧。可以了。太棒了，真棒真棒，就有点累，是就有点累，所以人跟电没法比啊，没法比，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就已经解决了好多的问题，模仿能力真的特别强。我看到我们这个嘉宾席当中柏林老师频频点头啊。刚才这部分我感觉还稍微有点意思啊，刚才有点意思，渐入佳境。你们俩是不是特别在意柏林老师对你们俩的评价？是是是，我们俩本身就是靠模仿，是吧？对对对对。这个模仿要说到了，肯定对老师的这个情谊啊非常重啊。对对对。因为洛桑学艺这个节目，哎，我们俩受益比较多。所以洛桑和柏林老师对你们的影响很大。哎，很大很大很大。嗯。对。平时也很少做到所谓学生对老师那个孝敬啊。对对 对, 对。但是今天来到回声嘹亮。我想借这个平台想唱几句我内心的话。是是。亲爱的柏林老师，现在好吗？最近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出来创业挺苦的，都说我进步挺大的，衷心感谢老师恩情，柏林老师您辛苦了，今年春节还去你家，继续把你家的饭菜吃光呀，吃自己
好像饭菜不够了。唱错了吧？你最后那个此致敬礼，你们这发音不太准呢、啊，唱的啥呀？吃敬。对。敬你。对。敬你。这个意思啊、对对对。对，这两位大家可能也就。马上都听明白了，两位都是柏林老师的学生是啊。对，其实我开始收吉利和吉星的时候，其实我真想找回洛桑的影子，尤其这个吉利最早来找我，胖乎的脸真是和洛桑几分相像，农村的，他家在吉林公主岭长岭、啊、长岭，对，哎呦，胖乎的脸蛋儿就来学来了。是当年还真是高秀敏老师介绍来的，对 对, 对，说你找柏林去吧，我、啊、你跟我不行，我不合适，这高秀敏老师推荐到我这儿来的，是是，这一晃十几年了，所以说谢谢老师。其实今天师徒之间的对话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当年我还很小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嗯，洛桑老师、柏林老师带着洛桑创造了一个经典，可以说对，不妨这样，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回忆一下那些经典的回忆，那些经典的画面，请看。我叫柏林，站起来嘞，士兵们，几年的战争使你们踏遍了整个欧洲。哒哒噔哒哒噔哒哒哒哒滴滴哒滴滴哒滴滴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滴滴哒哒噔。就感觉谁都不服。三二三四五，老师该往后了。五六七八，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柏林老师，您可以走到舞台上来吗？和您的徒弟们站在一起。刚才小伟也跟我说，他小时候也爱学洛桑这段经典，确实影响了很多人。洛桑他真是天才，他就是说他在模仿这方面应该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说他们俩也很努力。但是你说再延续走洛桑的路，我开始想试图做过，但是真的很难，我说都放下吧，吉利就是吉利，吉星就是吉星，按你们自身的能力能做什么发挥自己的最长处。吉利和吉星都是柏林老师非常自豪的两位徒弟，那今天能不能在我们的舞台上跟您的徒弟合作一把，再现经典呢？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又在记忆里画一个叉。我们多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还要继续猜测吗？还是就好说算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各位好，我是陈天贵，那不吕小这代表点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那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吉星和吉利，柏林老师多好啊！好，来天王表，哇，送给你们，继续努力，继续加油，下次不要睡懒觉了 啊！加油！回声嘹亮为您带来经典影视金曲，看三位嘉宾马德华、王倩华、王吉石都钟爱哪部影视剧？看朱之文和草帽姐如何为您演绎经典影视剧。我终于找到你了，哎，称称你真体贴嘞。他们的声音能否唤起您的记忆？
周四晚敬请关注。我们轻轻唱，听回声多嘹亮。在熟悉的乐曲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来到回声嘹亮的舞台上，跟我们分享了他们跟搭档有关的故事。感谢天王表演对本栏目的特别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关于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你可以关注我们在新浪微博的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同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我们的互动。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